等一下，等一下！哎呦，我的天哪！知道你俩热情啊，没想到这么热情啊！刚才我在忙啊，给他们上面卫生，给他们搞一下啊。这俩狗在我旁边是上蹦下跳，上跳下蹦的啊，就是这样。等一下啊！我是阿飞呀，然后这几天啊，属实说实话真的太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身上的汗渍啊，就是头上的汗啊，真的是特别的热啊，真的是特别的热啊，所以也考虑到毛孩子在楼上生活也会比较不容易啊，也会比较热啊，这个夏天嘛，所以今天啊，决定给这个楼上的两个夫妻啊，一个是这个是毛豆啊，残疾的小毛豆啊，他是老公对不对，一个是听话的小贝啊，他是老婆啊，准备给他们俩今天来个对不对清凉一下嘛，就是这样啊，让他俩凉快一下，就是这样。小贝去喝水去了，就是这样，有一活动就要喝水，一活动就要喝水啊，这人也是这样的啊，很容易中暑啊，就是这样。哎呀，今年为了防止这小家伙中暑啊，今天啊，准备给你来点刺激的，好不好？来点不一样的啊，准备给它扔进去了啊，就是这样，啊，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样，慢慢进去吧，慢慢进去吧，有点挣扎，有点挣扎。有点挣扎啊，有点挣扎，哎，没事啊，没事没事，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啊，等一下慢慢习惯一下啊，先，没事啊没事，先泡一下啊，先泡一下啊，凉快凉快，就是这样。哎呀，我的天哪，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这夏天到了，对不对？就是得凉快一点啊，要不然你再热出啥毛病了，到时候怎么给？看视频的这么多粉丝对吧，交代呢，是不是？因为那年真的特严重，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拍视频，反正当时他直接都休克掉了啊，休克掉了，然后我在那个水龙头那里一直在给他冲，一直冲，就是这样啊。哈哈，我突然刚才有个好主意啊，哎呀，来个夫妻双双打架玩吧。哎呀，有点乱了啊，有点乱来了，别喊别喊，慢点慢点。哎呀，怼我脸上了。不行啊，hold 不住啊，不行，我说这不行，这一只狗啊就有点快 hold 不住了。小飞，不是出去，我也不要乱跑啊，在路上待着啊，等会儿吃饭，忙完吃饭啊。哎呀，我天哪， hold 不住啊， hold 不住啊，就是这样。还是一个一个来吧，一个一个来啊，把这个水啊慢慢的撩到他身上啊，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洗或者怎么样啊，最主要是给他降降温，降降暑啊，让他身体上面的温度啊给降下来啊，就是这样，这是根本的目的啊，就是这样。头的话这里就不给他淋了啊，不给他弄湿了，就是这样，就是降降温，降降暑。天太热了，天属实太热了，我自己的话也是 hold 不住啊，自己也是 hold 不住。没事啊，没事，乖乖的，是不是？啊，凉快不凉快？就问你啊，其实是很凉快的啊，其实是很凉快的。哎呀，好了，差不多了啊。最主要是把它的温度给降下来啊，温度降下来就差不多了啊，就是这样。哎呀，啊，会游泳不会？让我看看，会游泳不会？啊，你个小家伙，给大家看看你啊！大家说阿飞怎么都不怎么拍这个毛豆啊？为什么不怎么拍它呢？一的话就是说很多因素在里面啊，就是说拍了它，就是说看的人比较少嘛。看的人比较少，就是说流量也不高啊，流量也不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流量不高或者说是没有播放量或者赚不到钱我们就不养它，对不对？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在阿飞的责任范围之内嘛，
对吧？我有责任，对吧？去多赚点钱，然后到时候维持我们，对吧？生活嘛，对吧？毛孩子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的话，我也是想尽一切办法，不会说是破罐子破摔或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拍毛豆拍的比较少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啊，并没有说我嫌弃他或者是不喜欢他或者怎么样。因为市场的话就像人心一样，对不对？大家都会各有偏爱，对不对？这些都是各自的喜爱吧，方方面面的，就是这样。只要我在做，对吧？我觉得对得起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单独啊，对吧，就过来给毛豆啊，给小贝，给他们洗洗嘛，就是这样，让他们也凉快凉快，舒服舒服啊，就是这样。有没有人喜欢你啊，毛豆啊？谁让你，对吧，变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也挺无奈的啊，狗生命运悲惨，就是这样，对吧？哎呀，哎呀，再站站，哎呀，这小动作一个一个的啊，小动作一个一个的。哎呀，哎呀，好嘞，来小贝，小贝，小贝没跑远啊，小贝没跑远。没跑远，一只狗一只狗来的话应该问题就不大啊，刚才两只狗，对吧，就有点扣不住啊。哎，它不往下啊，可亮快，我跟你说可亮快。哎哎，死活不下水啊，就是这样，死活不下水啊。都是为了你们好，好吧，对吧？特别是像小贝这个狗，我拍它拍的就更少了，对不对？为什么拍它拍的更少，对不对？就我就不多解释了，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啊，市场呢就是这样，对吧？大家都喜欢那些宠物狗啊，喜欢，对吧？那些萌萌的小狗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能理解，就是这样。哎呀，这下去，下去。下不去，后俩脚一直在那儿蹬着啊，下不去，这咋整？下去，哎呀，弄了半天跟我演小品一样啊，真下不去啊！哎呀，这整个身子都特别的倔强啊！哎呀，这毛豆都过来看你的笑话了，是不是？啊，怎么搞的？哎呀，这么高的小贝，那么倔强干啥的？啊？给你洗洗亮快亮快，它不香吗？啊，这么倔强啊，卓妮儿！啊，卓妮儿，咱真倔强啊！今天怎么这么倔强？之前不都脾气挺好嘞？我也没说大家不喜欢你咋着，对不对？谁要你是土狗嘞，是不是？啥粉儿的，我也没粉儿，对不对？对不对？我也想可要叫你当个女一号，是不是？就你一个母狗，对吧？家里就这一个母狗，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就是这样。我也想让你当女一号。不生气啊！哎呀呀呀！这脚出来！我再试试啊，不行就算了啊！这个狗我按不下去啊！一二三，按不下去！哎呀，我天！那出来吧！哎呀，我天！真的很无奈啊！这个水的话都脏了啊，水都脏了，就是这样。最主要是让他俩凉快一下啊，但是小贝的话不成情啊，我这很无奈啊，真的很无奈，我都热得要死了。哎呀，我的天哪，这水都是你给他堆脏的啊，都是你给他堆脏的，就是啊，看来你还挺享受的，是不是啊？没事啊，他们这个水在这上面跑跑也没事，因为也会很快就会干掉嘛，小风一吹温度，对吧，温度也有那么高，就是这样。哎，小贝生气了，小贝生气了啊！大家看看啊，是不是生气了？啊，生我的气了！我给你凉快凉快，你生啥气了呀？真是的呀，那夫妻俩真是不像话，对不对？表现天差地别啊，不像话啊！你们俩啊，你不像话，就是这样啊，小贝，真的是啊，让你凉快凉快还不高兴呢。他自己还去看看，然后的话手机先拍到这里啊，因为手机太热了，天太热了，手机发烫啊，不知道啥时候就咔噔就拍不成了，就是这样。楼上还有好多事情啊，要给他们忙嘛，就是这样。
然后明天见吧，今天给他们简单的冲了个凉啊。